今天艾莉要体验一下世界首个，虽然还不太确定是不是世界首个，总之是我第一次体验的首个超小型迷你露营车，所以我要用双眼见证一下。好的，那这就出发吧。哇，这里的车真的好帅呀！大家看到这里的车了吗？它比艾莉的车还要大好多呢。你好，打扰了，总觉得要这样打招呼才能进去。好，我进去啦。这里到底是宾馆还是汽车里面呢？这里一二三，连火炉都有三个。这里好舒服哦。朋友们，我好像坐在沙发上一样，这里软极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居然真的在工作，真的好凉快。朋友们可以把美味的冰淇淋放在里面呢，等露营累了啊，吃一口冰淇淋。哦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好，哇哈哈哈哈，哦，这里怎么这么好，这样躺下。哦，这里艾莉的腿扶不到啊。艾莉的身材呢是使用露营车最理想的身高，真的最理想的身高，正正好好。朋友们，今天艾莉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听说是首辆迷你露营车上市了，特意来凑个热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么小的地方哪里有地方玩，会有电视桌子什么的更别提了，也什么都不会有。会有什么吗？先去看看再说吧。难道是这个吗？真的是这个？这是什么吗，朋友们？啊，朋友们，这不是我们在马路上常常能够见到的那种汽车吗？嗯，哎呀，这不就是一般的车吗？就是一般的车呀，你看都有方向盘。哦，不是说是首台露营车吗？这个我怎么看都不像呢，难道把露营用品摆在旁边就算露营车了吗？就这个什么，就这个，说实话啊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朋友们，这根本不是露营车嘛。艾莉，这真的是露营车哦。这也叫露营车？刚才里面我都看了，这个驾驶室都一模一样，感觉就是在欺骗朋友们。这台车会变形哦。什么会变形？哦，等等，朋友们，他说这台露营车会变形。哇，变给我看看。请跟我来。好啊。哇哦，我们一起去看。你看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坐上去就是台汽车嘛。你来看看，坐上去的话就是一般的汽车。对啊，这个一点都不神奇啊。不过现在让它变形，变成真正的露营车。他说要把这个变成露营车。我把椅子上的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扶枕取一下，然后稍微退一下椅子，再抬一下，然后最后这么一放就变成一张床了。天哪天哪天哪，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刚才明明还是椅子。哦，床床变成床了，快看快看快看，那个老师。但是老师，刚才我刚看过一台特别好的露营车，上面呢，还有床垫子，特别柔软。这个虽然也不错，但是呢，老师，这个感觉还是跟椅子一样。进到里面之前，你会觉得，其实它跟大型露营车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既可以睡觉，又可以看电视，还有餐桌呢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老师都会撒谎。一共就这么大，有什么餐桌，还有电视看，还能睡觉。我倒要看看。好的，你进来吧。哇哇，等一下等一下。这里真的
把垫子铺好以后，还真是软软的呢。有点暗，对吧？嗯。我把灯打开。真的？那可以开灯了。打开灯。嗯。还有上边的。哇。嗯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最基本的，哇，朋友们，这是最基本的。老师写的相当有自信呢，满脸的自信。哦，好的。还有，要是想吃饭的话呢？吃饭的时候。嗯，把它拿下来。老师把门拆了。别倒。嗯。等一下再装上去就好了。天哪！刚才呢，不是把这个门拆掉的，而是把这扇门变成了餐桌。噔噔。另一边呢，打开之后。哇，真的好厉害。就变成了可以洗东西的水池。天哪，朋友们。这个居然是个水池，这下边是下水口吗？对，是的。太神奇了，天哪！老师，快给我看看下一个吧。你看这边。哦，这是一台电视。哇哇！还要只要连上网络，哦，就可以看了。哇，真的很不错，太神奇了，天哪！还有，在外边过夜一定会很冷。对呀，对呀。所以这边还有可以调节温度的空调哦。艾莉坐着以后呢，头顶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这里可以躺下吗？不过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艾莉呢个子矮，朋友们也都是知道的，所以老师你上来，你上来躺一下吧，因为朋友们是要跟爸爸出来玩，看看爸爸们身高是不是也能够躺下。好，好高啊！老师个子有多高？我1.8米。1.8米，我们看看1.8米的爸爸们能不能躺得下，来确认一下吧。我躺下了。哇，1.8米的爸爸躺下后还是有余地的，还有这么多，是不是很宽敞啊？脚底部。老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躺在上边怎么样，舒服吗？要说实话哦。好像需要个枕头。那现在阿丽来躺一下试试。喽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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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艾莉是不是上面空的太多了？这里啊，说实话，刚才看的那台露营车是很好，不过价格一定贵极了。太贵了，艾莉负担不起的，有点困难，说实话有点困难。不过要是艾莉以后拍摄的时候可以开着这台车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，真的很好，是吧？我回去跟领导申请一下。朋友们，艾莉呢，有了一个新的愿望，那就是开着这台车为朋友们，为了我的家人们。哦，什么呀？哦，哇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老师把后门一开，原来是要从这边出来的呀，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了。对呀，像这样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你现在觉得这是一台露营车了吗？必须的，这个绝对是露营车，承认。老师，今天真的很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台露营车，下面呢我要一个人在这里享受一下美好的时光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太感谢了。太感谢了。大家快过来，快过来，赶快来这里玩！哎呀，啊，帮我把门关上。朋友们，跟着艾莉一起开着这台露营车到处去玩吧。嗯。